现在收看到的又是我们华语为您倾情打造的开心美食谈。今天呢，谭姐为您请来的是一位老美女厨师，我们的叫应该叫资深美女哈，我们的坎阿姨，坎阿姨。对，谭姐是一个白字先生，因为看到那个门里面有个坎，就想坎阿姨，那是坎阿姨。坎阿姨能坎吗？能砍，能砍哦！坎阿姨不但能砍，还很会做。那坎阿姨呢，是一位非常 sweet、非常甜美的阿姨。今天呢，带来的是一道甜品。阿姨，你要我们做的是这个甜品是什么菜呢？是个什么？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甜点啊，是重阳糕，在我们的讲啊，也叫是常熟糕。这个糕啊，在我们中国来讲啊，是个很吉祥的东西，很吉祥的，步步登高嘛，真的是步步登高。所以说重阳节就是我们老人的节目，对对，我们呢，其实我们呢就做了这样糕啊，老人吃了开开心心，步步高升，哎，吃的冷嘛就步步高升，真是，哎，真不愧是坎阿姨呀，真的很能坎哦，先给这阿姨点掌声，阿姨讲的非常好。那阿姨首先来介绍一下您这个重阳糕需要的一些原材料好吗？我看这有两杯粉，是两种一样的粉还是不一样的粉？不一样的粉，不一样的，一种是糯米粉，一种是梗米粉。哦，那梗米粉叫黏米粉是不是？啊，黏米粉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比糯米粉稍微不黏得很。啊，我知道，在一般的时候超市都可以见到的一种叫水磨糯米粉，还有一个这是水磨黏米粉，所以这两碗呢，一碗是糯米粉，一碗是黏米粉。您这都是两种，都是用它那个一整袋子的是吧？对。那除了这个粉以外，那个是葡萄干哦，葡萄干很好吃的啊。嗯，那还有糖是吧？还有糖，糖就是一包这个糯米粉里嘛，糖我是放这个杯子，放大半杯糖下去，大半杯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个甜的同志啊，就是再多一点，不能超过一杯。哦，根据你的口味，就是说阿姨呢，在那一杯糯米粉里面呢，放了大概三分之二杯的糖，这是阿姨的口味。那如果说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再适量加一些，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一杯的量，否则会太甜了。那除了糯米粉里面加了三分之二杯的糖，那黏米粉里面也要加这么多糖吗？对呀，都是加一半，做的时候都加一半，一模一样的，都是一半的一半，一袋一半。还有水嘛，就是也十六盎司的这个粉呢，就放这个一杯水。十六盎司的粉就放一杯水，阿姨的英文讲得好好哦。一杯水，一杯水下，一杯水下去就是倒，就是我来做给大家看，就是一杯水倒下去嘛。哦，这是一杯黏米粉，已经加好糖的哈。啊，放好糖了已经。啊，跟糯米粉和到一起哈，把两种粉全部和到一起。水呢就可以啊，就是这现在有一杯水是吧？一袋粉放一杯水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好的，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这个水分一定要掌握好。水分掌握好，现在大概有一杯半的样子。水放下去以后啊，把它和了以后啊，我就到这个筛子里面啊，把它磨，哎，磨细，磨成粉。哦，这个还是蛮有讲究的，它这个粉呢，磨出来呢，就又不干又不嫩，正好。对，和好的那个两种米的米团，把它呢再弄筛子，把它筛过一下，过筛。对，所以呢，当时和的时候呢，不能和得太稀。和太稀的话，这个米团呢就筛不出来，筛不出来了。对，少了很难蒸出来不好吃，硬还不好吃。对对对。好，现在其实我们将个盘小盘子弄油，你给我把它涂好。做派的那个小壳子啊，就是做蛋糕蛋糕的那个勺子，对对对，把它涂上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蒸了以后啊，它才能倒得下来。不对，就钉在上面。哦，要放点，要给那每个做蛋挞那个米上面多了加油，哎，加一点油。不然蒸好了后，那个就粘在上面就弄不出来。倒不下来。以后呢，就是米个上面放一个葡萄干。每个上面都放个葡萄干。蒸出来好看。哦，蒸出来后那葡萄干就在这个顶上。以后嘛，就把我磨的这个粉啊，就把它装在这个蛋挞里面。哦，蛋挞壳子里面。这样就行了。就行了，再蒸啊，很容易哈。就是好。
好，现在我们就把炉打开，把水烧开，水烧开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糕呢放在炉上，笼屉里面，蒸十分钟就可以了，十分钟就好了，哎，十分钟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就剁下来，把它倒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把它拿下来倒出来。哦，这每个就能的倒扣就出来了。它就像这么甜美的，那是因为又到了我最开心的时候了，品尝。品尝一下，好，我们凯阿姨做的这道美味的长寿糕，也叫刚才说什么？重阳糕。重阳糕啊，长寿糕，长寿糕，重阳糕。香糯润甜，还有点弹性，吃起来有点弹性。这个糕不像。非常感谢我们的凯阿姨带来这道又好吃又好做、简单美味的重阳糕。祝您吃了以后心想事成，步步登高啊！步步登高，是锁定我们华府华语，锁定开心美食坛，开心美食就在你身边。